咱们就在此休整吧。大家在此休整。夫人慢点。三叔母。哎，娘娘。夫人饿不饿？累不累？我为夫人准备了酪酱还有点心，夫人可是坐车太累了，没有什么胃口。那，我扶你。你也累了吧？ 快吃点点心。嗯。夫人。嗯。哎。今天的日头太足了。 我为夫人遮一遮。行了，娘娘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夫君一路上也辛苦了，你快歇歇吧。夫人，你为我在阿母面前辛苦多日，我理应同样回报夫人才是。夫君啊，你只敢在外对我呵护，回家见到阿母，诺恕见到狸猫。一边是阿母，一边是夫人，两者都是狸猫。 为我是老鼠儿，像三叔父这般的老鼠，就该早些离家，这样才能成天被一只猫玩。少商，这日头太毒了，我来给你遮阴。嗯。本想着给你准备点吃的，我离家太匆忙。 还未及，少商。 少商。 太平盛世，猫多鼠少，唯他如我一般，愿守着一只猫儿。行了，你快去问问娄公子，他到底意欲如何。是。夫人小心。娄公子，借一步说话。你跟着我们也有几日了。 到底想怎么样？程大人，我对少商一见如故。虽然他现在不理会我，但在我心里，他跟所有女子都不同。程大人，你觉得我当如何做？嗯。啊？放心，我让你叔父去打发他。嗯。娘娘，山里有处空置的猎屋。 是之前行军时搭建的临时营帐，你要不过去走走看看。嗯。少商。啊。我大兄早年游历过四方，也去过青县华县，还亲笔绘制了地形图。我知道这一次要跟你路过此地，特意偷了出来，我给你做向导吧。不必了，我哪儿也不想去。 少商，娄公子心悦于你，而且他姻亲备至的。既然娘娘无意于他，快先用你的聪明才智将娄公子打发走吧。明白。求劳三叔父了。跟我来。坐。啊。 日后找郎婿。
也要找三叔父这般温柔体贴又言听计从的。我指东，他绝不往西；我打狗，他就帮我撵鸡。我这般性情，做不来听话的贤妻，郎婿听我的还差不多。其实啊，我起先未曾想过嫁与你三叔父。我那个时候有未婚夫的。那三叔父他不够磊落啊。我与你叔父并无那些蝇营狗苟之事。我那位未婚夫为了避祸离家七年，后来眼界开阔，人生有了不同的际遇，便与我没了夫妻的缘分。三叔母，你说这人不会就是袁善见的夫子吧？怪不得他让我带话，什么只言片语。果然师父薄情，弟子寡义。心不在焉，才会伤及自身。父子，善见，本应是你我二人随圣上同行，怎奈为师这副残躯抱恙，只能停留于此养病，让你留在此地陪我养病，无法御前随侍，委屈你了。夫子知晓善见脾性，最烦长途跋涉之事，更不喜阿谀奉承，能留下来甚合我意。况且，善见瞧着景致不错，在此抚琴引笛，岂不自在？此地的景致自是不错，离华县倒也近。听闻的城址就要赴任华县县城了。你说，桑夫人她也会随行而来吗？